项羽纯光战力级，目标是成为火影忍者啊，不，目标是成八万六万，听听看看有没有办法满分。主要是时间呐、啊，这对时间可能掌握一下，感觉有机会满分，有机会。第二关，水跟光。然后成为海贼王，阿红压起来。这礼拜五，哎、欸、不哎、欸，压起来。为什么这礼拜五压起来？我说那新的工会任务，新的工会任务卡压起来，压起来进化，压起来九十。哎、欸，卡光珠什么操作啊？没关系，反正下一关只有五百万的血量。这边只要叠到猪就可以了。叮，下去，好。等下这队是不是无视防御力啊？管他的，反正叠猪就好了。我就喜欢叠妹，怎么用？好像我记得这队有无视防御力吧？还是我记错了？有吗？有这种事情吗？奇怪。最近老了，那印象不是很好。不能消心珠，不是好多心哦。但我觉得应该也是没问题的。哇，心珠更多了，什么意思？没有，哦，没有，是不是？一道王冠了，完美剧本、欸。你再给我天降试试看，你再给我天降试试看。我在拼时间，你邪乱，来乱的是不是？气死我了！阿尔冯斯，你就这样子忍心吗？哎、欸，不是，那阿尔冯斯很坏。光珠在哪？哦，找到光珠了。阿尔冯斯很坏，很坏，现在很坏。冯斯，斯哥啊，你来啊呢？你这我该怎么说呢？冯，你这是不给我面子哦。好了，有两亿，这一看就是没有满分啊。但算了，随便了，这个应该有八万了，这样就好了。满分就直播完再拼好了。我如果大家想看的话，我私底下再拼好了。这对感觉是有机会满分的、啊。哇，你看那个时间战斗啊，尤维亚，你看就是那个在戳那个康宝术，差400分满分，是不是在哭？就刚刚最后那个王一啦，我们那个阿尔。我随便换一个固定版面就满分了，差400分满分，最痛那种。好啦，就这样，哈，满分满分，在我的标准里面，他已经是满分了。